山，二山有雪尽无雪，一切如来与菩萨，所有功德皆随喜，释放所有世间的最初成就菩提者，我今一切皆全倾转于无上妙法轮，诸佛若于是涅槃，我悉知成恶全倾，唯愿救诸刹尘劫，离乐一切诸众生，所有礼赞供养福，请佛主世尊法轮，随喜忏悔诸善根，回向众生即佛道。请大家跟我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南无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诸尊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此地地基主借地做功德，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现世者消灾延寿，无病无苦，富贵自在，同成佛道，愿往生牌位，三途苦有情，同享功德，同生净土。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好，大家请放掌，阿弥陀佛。站在大乘佛教，他的一切思想遍及一切众生，念一下：当愿众生皆得皈依三宝，受持戒律，常行布施。那我想，就像刚刚各位在做甘露施时，那个时候是最好的状态。各位在念药师仪轨，因为那个时候啊，你稍微专心，你就忘了世间的纷纷扰扰，啊，暂时得到自在。那我们念的目的呢？那念甘露施时仪轨，就是希望这些破地狱啊、普招请这些恶鬼啊，甚至这些死亡动物啊、冤亲债主啊，都能够来临法会同享功德，先布施给他暂时的快乐，甘露啊、水啊，再利益他们，愿他们听闻佛法往生净土啊。那我想各位，这就是佛教修行的目的，也是今天的主题啊，那叫自在与慈悲。所以说，老实说呢，各位刚刚在念，我在隔壁念啊，我就走来走去，一直跟着念，听着我们藏和法师的声音啊，所以一直跟着念。那个时候我就专注了，不然有时候你会觉得这边痛那边痛这样啊，很多事情卡在你心里，但是你那时候很专心啊。那为什么要念？除了我们自己这么平静，然后期望甘露施时能够利益无量无边众生，药师仪轨能够所有众生，特别是人类啊，老人病人得到药师佛十二大愿，再背一次：求长寿得长寿，求富贵得富贵，求官位得官位，求男女得男女，
啊，最后呢求生净土，八大菩萨接引啊，所以想这一辈子过得平平安安，却广做善事。那临命终的时候毫无障碍，无病无苦，得生净土。那我想我刚刚就在想，那如果每个人在每个时间都保持这样无所烦恼的自在，因为我们要专心念嘛，一心为众生而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或是嗡达雷多达雷多雷梭哈都可以啦啊，你如何保持在那个状态，那就对了。所以修行啊，老实说也不分在家出家啊。那各位当然都知道，各位现在住在温哥华，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富贵自在的地方，天气也好。但是你马上要升起一个心哦，你想当愿众生住漂亮的房子，享受很好的阳光啊，不缺钱。你要把你自己在用的东西啊，都希望他们也得到。这样有什么好处呢？才不会产生一个优越感。什么叫优越感？我比你好哦。这个优越感就是一种骄傲，这个骄傲啊，就会伤害到修行啊。所以，那虽然你在生病了，你也不要觉得自己很痛苦。当愿众生脱离病苦啊。嗡斯利多斯利多金扎里萨婆达第二堂别跟着别跟着嘛别跟着让他三摩嘎的说话都可以，就是说你要把你的病苦转为对众生的慈悲，你要把你的快乐转为众生都同享快乐，那也是佛教的重点。佛教的重点叫我们消除自我，叫无我的智慧，不要有我执，不要有分别。金刚经说相了啊，你讲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没有我的存在，没有人的分别，没有众生的分别，也没有说我要活多久这样啊，不执着，离一切相，那你就找到了佛性，即见诸佛。那有分别就痛苦，所以各位要尽力的让自己跟所有众生没有分别。看到狗啊，我就是一只狗一样，希望这一只狗啊的感受我都知道，快乐我都知道，然后呢我要来照顾这只狗。所以有一次我去一个学校，一个小朋友问我说，师父你们为什么要出家？那我跟他回答，我说我是为你出家，我又不认识你，我就要让他问问题，你为什么要为我出家？因为佛陀说啦，你可能就是我爸爸来投胎呢，你就是我爱的人，我就是希望你永远永远快乐。他说你又不是我爸爸，我说不见得要做你爸爸，就是说你走到哪里，你读书也好，我出家也好，我们的动机呢，就是说所做的一切不要自私，都是要服务众生去学习。啊，你学英文，你学中文，你学数学，千万不要为了赚钱，自己的成绩比人家好，比人家优秀，那你这样来读书呢，这样就很痛苦。他说他也这样想。所以各位，我这样的意思是说，各位有小孩子下一代，你要把这个真理传达给他，透过你跟他吃饭的时候，透过你跟他聊天的时候，啊，就像有一次我妈妈在世的时候，她在看电视，哇，刚好演到生病的老人，那我就跟我妈说，妈，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要出家了，很苦哦。然后有一次我妈妈在生病，我也跟她说，妈，你才知道很苦哦。啊，那我们出家呢，就是不要这个痛苦，因为人生是苦，病是苦，老是苦，死的是苦，啊。所以因为我妈妈老了嘛，她就要面对老病死了嘛。当然你就要用各种方法，叫善巧方便，一方面对她很孝顺，再对她很温柔啊，那就是希望她能够接受一点佛法，
因为这是我们对他最报恩的礼物。所以我们今天讲自在与慈悲，那自在当然也分作三种自在，接下来现世的自在，这个叫生活的自在。像各位来温哥华，就是希望能够有一点生活的自在，空气好，社会安定，健康，家庭快乐，小朋友教育好，这个叫生活的自在。那第二种自在，你讲生命的自在，那各位要进一步追求生命的自在，因为这个生命除了有钱、健康、房子漂亮，温哥华的房子我都会问，哎，那一栋多少钱？喂，那一栋多少钱？师傅，你要买，没有了解行情，知众生苦，也知众生乐啊。师傅，这边四五百万，我马上合掌，随喜功德。哇，这个那么贵啊，随喜功德。不过刚刚心智跟我说，现在不行了，现在还有个空屋税。哎呀，师傅，这下累了，有钱也麻烦了。我说那没关系啊，空屋税他们空了，你就请我们来住嘛。他说这样也不行，要缴税啊，你们又没有付房租，那也不行。所以当然呢，我们就随喜这些功德啊，这个叫有钱人嘛，国家就要让你付多一点啊，富人税。他说话又讲回来，生活自在进一步要进入生命自在啊，有钱健康当然现在快乐，但是我们希望生生世世都不要痛苦，就是脱离轮回啊。再有钱难道温哥华不用医院吗？还是要医院啊。难道我们家里700万盖的房子不用厕所吗？也要厕所，因为这个身体还是要上厕所。所以意思说人的生命呢，刚刚讲生老病死轮回，然后有钱还不快乐，为什么？老公怎么没回来？你看不快乐，爱别离苦，求不得苦啊！小孩子不听话，哎，讨债的要怨憎会苦啊，冤亲债主来投胎的啦啊！所以这个世间生命不分有钱没钱，都有这个生老病死的苦。所以从生活的自在要走入生命的自在，但是这个还不是真正的自在。那最高的自在是什么？来帮助众生得自在，这就是佛教的大乘佛教，成为阿弥陀佛，成为释迦牟尼佛，他的目的呢就要帮助所有众生得到生活的自在、生命的自在、慈悲度众生的自在。那当然每个人都要追求越来越好的层次，但是追求高的层次不能够离开基本，你有生活的自在，进一步呢生命的自在。我们不能为自己啊，反正我不要钱，别人要钱啊。啊，如果有钱，大家像我这一次去西雅图一个老人院去那边上课2天啊，里面布置得很好，那我说，哎，这边不错啊，老人来住不错啊，一个月多少钱啊？基本开销$5000这样，没包括医疗，如果包括好一点的医疗，算一算，每个月要缴$10000，哇，哇，我很赞叹这些老人有这个福报，更赞叹那些子女为了他父母来这边住这么孝顺。所以我在电梯就碰到一位96岁台湾来的。啊，然后他女儿也经常在里面陪他。我跟那个老人说，富贵自在啊。然后呢，他跟我笑一笑，然后我说，老人啊，多念阿弥陀佛，功德更自在。那边无量寿、无量光，啊，没有生死问题，所以老人已经是有现世的快乐了。但是希望他来世也快乐。所以，当然自在。有很多种方法。那如果我们出家人，我们不是追求生活啊，因为出家他就要追求生命的自在。那生活的自在要怎么做？念下来：孝顺父母，尊敬师长，
慈心不杀生，守五戒，修十善，都布施。啊，所以一个人有福报，因为布施来的嘛。一个人漂亮，修微笑忍辱供花来的嘛。啊，一个人皮肤漂亮，扫地来的，布施出家人的肥皂毛巾来的。所以这一次我们居士帮我们安排，我们十几个人住两栋房子，我一看，哎呦，每个房间有一罐什么芦荟的，什么润肤膏，哎，这个好，植物的呢，没有香料的，这个好，冬天的时候，啊，但是无论如何，布施毛巾的人，布施让别人皮肤不干燥的人舒服的人，那这个生生世世。这个行为反作用力，这个因必定你得到那个果。所以在这一点我们已经了解因果的人，那就会广修功德。所以各位，你这辈子房子住得很大，那是因为你过去帮助穷人啊，或者人家要盖寺庙你也出钱啊，人家要盖老人院、免费医院啊、残障院，你都有布施金钱让他们硬体很圆满。特别这几天我看报纸啊，来法会功德，会像尼泊尔水灾，早得离苦得乐。那我们赞日法师也正在尼泊尔买了很多救济的东西，因为尼泊尔人实在太多啊，而且他们房子都是矮矮的，水又退不掉啊。那现在就问题就来了，所以各位你可以透过各种管道。然后呢，去帮助这个尼泊尔的水灾。再来念一下法会功德，会像日本东京漫画火灾罹难者嗡阿哄，会像受伤者赶快恢复。那各位，这个你每天都要做，看报纸啊，特别火灾死亡了，就赶快让他去净土，还活着那很痛苦了啊，那个烧伤。皮肤烧伤，那个医疗很痛苦的。早上看报纸又看到了，来法会功德，回向河南一马工厂爆炸死亡者、受伤者。那你光这个念头，你还加入全世界各地自古以来因为各种爆炸而罹难死亡者，那你就为他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要念108声，念1000声都可以。然后你想到他们被爆炸的过程，可能有一些痛苦，断手断脚，乃至被烧伤了，那你该念个药师咒。药师咒念完，哎呀，希望他放下这个痛苦，应该念往生咒，对不对？乃至直接啊，再给他念阿弥陀佛。那各位，我教各位一定要经常这样做。所以我们看报纸，乃至你看电视，就不断的在修行。啊，而且这是一个真实的社会现象，啊，所以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痛苦。那一天我们到美国洛杉矶的军人公墓，哇，大家去那边洒水、做烟供、转动经幡啊，这样一直绕。绕完以后，我也跟这些军人同志说：放下战争，对，敌人在你的心里面，征服自己，脱下军袍，恢复百姓。跟我一起打仗，征服自己，往生净土。所以真正的打仗是和平战士，让所有众生自在，让所有众生解脱轮回苦，鼓励他们发起这个悲心啊。所以当然除了布施食物，然后呢跟他说法说法，再来就是引导他们能够走路跟佛陀学习啊，佛陀是一个征服所有生命痛苦的，完全没有对立的。国与国之间还有对立，众生与众生还有对立，啊，宗教与宗教还有对立，但是啊，佛法是没有对立的。所以讲到这一点啊，各位要练习一个习惯，眼睛不要有看不惯的事情，心里不要有抵触的事情。为什么？念一下，万法皆平等。万法皆空，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所以今天这个事情我看不惯，借这个看不惯来修自在。
这个事情我不能接受，那借这个不接受来问自己为什么不接受，那你才能够征服自己的分别心我执，不然你就不自在。有时候你会说，你健康我才快乐，做妈妈的儿子生病我不能接受，那谁不会生病啊？生病是消业障啊，所以每个小孩子出生都会生病啊，但是这是他过去造的业啊为主要，但是他每生一次病他就消一次业障，就像小孩子不发烧就不会成长啊，轮胎不磨他就跑不动，生命没有痛苦就不会开智慧。所以特别行菩萨道，你不去痛苦你就不知道众生的痛苦，你就生不起大悲心。那我想这个思想就是佛教讲的自在，必须要有智慧，那你必须去思维，当你面对到快乐的境界，我不能自私，不能骄傲，当愿众生同享功德。当你碰到了所有的逆境烦恼，哇，你要去想这个烦恼逆境不能接受，是因为我有一个自我中心的我执自私，我认为我是这个我的自尊我的欲望我的钱是不能被侵犯的，那你要保护到什么时候啊？这个身体没有不生病的，什么样的人生病没有痛苦呢？有空性的人，无我的人，他认为身体是臭皮囊，本来就不是我，真正的我是念阿弥陀佛的那个我佛性啊，真正的我是慈悲的心的时候那个我，就像刚刚各位在念仪轨，那个就是你的佛性，就保持这样。因为我们在念仪轨没有爱也没有恨，充满一个平静跟慈悲的快乐，那你如何一直这样保持这样啊？但是为了要帮你保持这样，那你要有境界让你知道，原来我是贪心的，今天一个帅哥美女来了想要多看他两眼，哎，我又贪了。你去想一想，这个为情而苦啊，你讲爱河千尺浪苦海万重波，你要爱到什么时候？你要谈恋爱到什么时候啊？所以如果你用爱去爱你的儿女，你也会很苦。我都很背啊，我经常喜欢背一个记来对治一个问题啊。母年一百岁，长忧八十儿，妈妈一百岁都快舍报了，还在烦恼儿女放不下，那再来怎么办？再来这个妈妈投胎，就投胎在儿女的儿女，就变成他孙子了，就是这样，然后就一直轮回。这个爱就是这样，爱跟恨，你恨一个人你也会来投胎，就会来报仇来讨债，你爱一个人你也会来投胎啊，那你就没有生命的自在。那为了如此，各位要了解自己的起心动念，那是我爱我恨，到底是谁在爱谁在恨，你要分析啊。一般若波罗蜜多故，照见五蕴皆空，到底哪一个是我？所以我想各位都会念心经哦，但是你念心经你要用在你的生命上，你读地藏经你要做地藏菩萨才有用，而不是说我读完三遍地藏经，是你把地藏菩萨的精神行为用在你的生活生命上，这个叫念地藏菩萨。你把阿弥陀佛的这种放下悲心四十八大愿普度众生，那念在你心里表现在佛号，这个叫念阿弥陀佛。所以念一下，念佛不在嘴，参禅不在腿啊，不是说我双盘啊，师父你有没有看到？我都问他说，你心里有没有盘？心里讲你两句你都不爽，你都没有盘坐啊，抵触了。禅是放下，当然打坐是个助缘，但是打坐必须在内心里面完成，念佛是念在我们的心跟愿上面，不是念在嘴巴。所以那当然就是说修行人念一下，一切为心造。我们佛教意义其他任何宗教最大的差别，心创造一切命运，心得到快乐啊，万法皆在心里面，佛性在心里面，你要快乐与痛苦
如果你内心有贪嗔痴，那你的生命永远三途六道轮回苦。如果你的内心没有贪嗔痴，那你生命得自在。如果你的内心里面不但没有贪嗔痴，转贪嗔痴为慈悲心、智慧、成佛的菩提心，那你的生命走入菩提道的快乐，利益众生的快乐。那所以各位在这边千万记住，不要跟人家比外表、金钱、名望、地位。那很多人说，那我就不要爱钱，不要，那就消极了，这变成所谓小乘的修行。我不要贪嗔痴，那我就没有生命的痛苦。大乘的修行呢？什么叫大乘？来，一切为众生，根本没有我好解脱。我本来就是虚幻的、空的，离开你、离开花、离开树木，根本没有我的存在。你希望自己快乐，完全来自于给众生、给世界快乐。这样，唯有整个世界都像净土，唯有所有众生都成佛，那才是我们生命唯一的意义。各位要经常去思维这些道理，所以那就会变成一种利益别人的自在。那所以为了利益别人要怎么办？你看一下，有钱、健康、漂亮、有力量、口才好，你这些条件都要具足。你不具足这些条件，然后你怎么帮众生？今天早上你家门口有两个流浪汉老人快病死了，连衣服都没得穿，你想帮他，但是你却没有能力啊！再来，你再给他深思思考，这些老人到你家门口一定做过你父母亲人，不然他不会就在你家门口。就像一只流浪狗跑到你家来跟你家有缘，但是你却没有能力帮助他。所以行菩萨道，各位，我们讲大乘佛教就是说，每天不断的去布施，但是呢跟为了自己有钱不一样，我所有的布施是为了利益众生。结果呢，你等得到更大的布施的资粮，你将来可能会像比尔盖茨一样，医院缺钱吗？拨3亿美金去。这样，老人院缺钱吗？拨5亿美金去。但是你自己可能骑个脚踏车想过生活，很单纯，吃素食，很朴素，但是这个有钱是为了帮助利益众生。所以我的师父才会说，出家人可以完成这个自在。为什么？出家人不能爱钱、好名、好利，但是出家人呢，你今天有钱要干嘛？那你要去奉献社会啊！念一下，以社会为道场，以监狱为道场，以坟墓为道场，反正哪里有痛苦啊，都是你的道场，就是你的责任啊。而不是说庄严自己啊。因为我发觉这个温哥华也是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各种宗教、各种道场，各位啊，应付不暇啊。像明天6月19，你可能要跑几个道场啊。啊，那个师父也慈悲，那个师父慈悲，那边拜拜，这边拜拜，啊！但是有时候佛教跟其他宗教是没有分别的才行，啊！佛教真正的道场是在你内心里面，从道场学到一个空性跟慈悲呢，可以的，而不是把自己归属于我属于哪一个道场，或者我属于哪一个教派。这个危险，我常以为这个危险啊。比如说你今天肚子痛去一家医院看完了，你就说我从老到死我都到那家医院，这个观念是错的。佛法是头痛找头痛的医生，脚痛找脚痛的医生，对不对？是你有痛，所以你才要那个法。这个法是可以让你断除你的痛苦烦恼了，这个叫法。千万不要哦，你学得高我也要学得高，你修得好我也要修，你闭关我也要闭关，为什么？不能输人家。然后这样去把修学佛法当作考试、当作成绩、当作功课、当作压力，然后对你没帮助。所以我认为各位
什么叫帮助？你最好问问你的太太先生，你看我修得如何啊？有没有进步？有没有不会在那边念念念念念抱怨，在那边生气？你看我这样修，事实上父母修得好，儿女就好，你不用教他，你每天教他不要打电动玩具啊，这样，那个不是佛法，佛法是父母的这种人格慈悲感化了儿女。就像释迦牟尼佛，他没跟你讲话，但是他的相就够庄严了，啊，那么他的经典里面的心够让我们尊敬了，我们自动自发的跟他学。我想没有人逼你来成为佛教徒，但是我们被三宝弟子啊，被某某法师啊，或是佛菩萨的传记感动了，而愿意自己愿意去皈依三宝。当然皈依有很多种层次的皈依，有些人说反正我一定要有一个宗教来皈依啊，然后有些把皈依当作一种依赖啊，也可以的，只是不就近啊。就近的皈依三宝是什么？你讲皈依佛，愿发成佛菩提心，那什么意思？我皈依佛了，我就是要成为佛陀。请问佛陀庄不庄严？身相庄严，语业庄严，心庄严，而且利益众生慈悲庄严，不是单一方面啊。学佛不要把它当作一个大学博士，我是专科班的，我是这个专科我就满足了，我是那个专科嘛。学佛是全方位的，成为一个真正的佛教徒，要了解天主教、基督教、回教、道教，因为他们都是我们慈悲乃至我们负责生命责任的，所以要骗一切处的去慈悲，去承担责任，绝对不是我跟你不一样啊，种种种种。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那我们要问问，那么到底自己皈依是皈依什么啊？如果你皈依还有一种比较性，我修得比你好哦，哎，我这个宗派比你高哦，啊，如何如何，那你还是皈依外在的分别比较。皈依最高的皈依，念一下：我有佛性，我可以成佛，帮助所有众生，叫皈依佛。愿发成佛菩提心，不再自私我执了，不再贪心了。也就是说，你要把那种自私的贪变成一种奉献的菩提心，这个叫转念头。皈依就是转念，转黑暗的为光明。就像各位，我现在是个出家人，坐在这边，我在33岁以前皈依赌博，皈依酒色财气啊，皈依世间的这些，每天我都比别人会玩，会浪费。但是终于有一天，因为我妈妈生病，我有机会看到《地藏经》，我的观念彻底改变啊。那我很孝顺我母亲，但是我在外面赚钱风花雪月，我帮不了我一个生病的妈妈，而且她这么痛苦，我那时候觉得只要我妈妈好，我命给她都没关系，这给我什么钱都没有用啊！啊，我的想法就变成这样。但是谁能够帮我？啊，我甚至花很多钱要去塞给医生红包，你用最好的药，最好就让她不要感受痛苦。就不要让他知道他得什么病，这样啊，所以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我有机会读到《地藏经》，特别是跪着念，哇，地藏菩萨那么伟大，发这个愿，他妈妈从地狱道可以脱离耶。他妈本来活到13岁还要下地狱，他妈妈又来投胎做个悲女，投胎在他家里面，结果阿罗汉跟他说嘛，福度罗汉跟他妈说，你的妈妈现在因为你的布施供养三宝投胎到你家来了啊。结果这个小孩子一出生就在那边哭，然后就说我是你妈妈。那个时候
这个光目你还是婆罗门女，你真是我妈妈吗？那你以前做什么？”他都如数家珍的，知道自己前世的，讲给他听。我以前爱杀生，爱吃鱼，毁谤三宝，下地狱。好在你替我供养三宝布施，我脱离地狱。但是女儿啊，她还知道我活到13岁就要死了，死了我继续回地狱啊！啊，那个时候光目女马上发愿，我为我母亲发愿，愿我将来能够广度六道众生，都离苦得乐，不然我不成佛。她发这样的愿去精进，结果她妈妈13岁。往生以后直接生无忧国土，后来往生净土，后来成为菩萨。所以各位，这个不用花半毛钱。所以我看到这几段了，我太感动了。我妈妈还活在人间，她只是得到一个，不过听起来很可怕，胰脏癌啊。所以但是人家地藏菩萨的妈妈下地狱都可以改变，所以我也这样发愿。所以甚至发愿出家学地藏王菩萨，发完愿我必须再讲一次。3天以后我妈妈隔天就没有感觉到痛了，3天以后出院检查，跑到最大医院别的医院再去检查，没有病，只是一个发炎，那就没事了。一直到他往生没有第二次犯。对我来讲，我把我这个真实的经验告诉各位，这个跟花钱没关系。学药师佛发愿，学阿弥陀佛发48大愿，学释迦牟尼佛发500大愿，啊，都可以。因为这个愿，所以我就不会，我改变了，我不会再去贪嗔痴、吃喝嫖赌、赌博、钓鱼了。因为我已经把我生命奉献给妈妈了，奉献不是我死哎，啊，是我过去的我。没有了，不算了。现在的我，我已经交给地藏菩萨了。所以各位，这个叫大乘的皈依，皈佛要这样。念下来，把自己奉献给阿弥陀佛。啊，各位要不要啊？那不是解决问题了吗？啊，你就没有我了。我就按照阿弥陀佛的去做，按照地藏经的，所以我真的100%按照地藏经里面去做，不是每天读地藏经啊，不是不叫你不读地藏经，你知道地藏经的意义，你知道普门品的意义，你去做，这个才是实践，而且不能骗人啊。所以我就跑到九华山去拜地藏王菩萨，去了解更多地藏王菩萨的一些故事，他成为我生命学习的对象，就是这样。由地藏法门进了，后来又进入观音法门，后来又进入弥陀法门，后来越懂越多。特别出家了，那出家烦恼无边啊，所以法门无量啊，你都要去学，只要能够帮助到众生的。我的意思是说，各位学什么教法都可以，不是学给自己的。我要把这本经看完，我要把这本论看完，那看完要干嘛？你是要，你既然知道了，就是要去帮助众生，不是你把它看完得到一个成绩，得到一个考试过关或安慰自己啊。就像有一个菩萨说，师父，我拜佛拜完10万拜了。我就问他，我刚刚看到你都没拜我了，还10万拜？啊，拜佛10万拜是要去礼敬众生，消除傲慢，把众生都当作你心中的佛，去尊敬众生，消除我慢，也消除身体的业障，身体不会再杀生、偷盗、邪淫，乃至吃肉，身体没有业障了。啊，像各位女孩子，你身体还有业障。那个女人长得好看的性感，人家想要干什么，就叫身体的业障啊。所以不分男女，你身体有生病，你身体不庄严，所以各位学佛要把标准定高一点，身体要像佛的身体。佛的身体是超越男超越女的，释迦牟尼佛没穿衣服的时候，你看不出他是男生还是女生，因为叫马阴长相啊，
相好庄严。特别今天这样法会，各位要以佛的外相为你身体学习的依归，念一下见即解脱。所以每一个佛的像，各位要多看看他的眼睛，看他的鼻子，看他的头顶正右旋。佛有32相，80随行好，要背下来。那每一个像跟好，他因地是什么做的啊？他是过去修什么德，所以得到这样子的像。那这个像能够利益众生什么？就像佛陀的白毫像，佛陀这边有一只白色的嘛，一转开来了，整个宇宙都在白毫光里面。还有一个讲法是，佛陀这个白毫光一抽出来，如果他的妈妈看到，他会从这里面看到无尽的过去未来的世界，就像一个电脑里面的所有你看到这个世界。那看到佛陀这个白毫像，灭1000亿劫重罪。所以我们在拜佛的时候，有时候故意把灯关起来，那拜的时候白毫婉转无须弥，啊，在消除所有世界众生的恶业。所以我想，如果你身上有一根佛陀的头发，每个人都会去拜你了，啊，所以缅甸这个国家有8根佛陀的头发，所以他们盖了一个大金塔。整个缅甸这个头发的地方，各位，你到缅甸一个山上有一个塔，上面底下是个石头，以前是空的，现在绳子还可以过去，是吧？那个石头永远不会滚下去，底下以前连公鸡都可以过去，但是因为众生业重，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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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头就压下来，但是用线还是可以穿过去，因为里面有一根佛陀的头发，就会产生这样子的不可思议的力量，让老百姓这么虔诚的去尊敬佛陀。哦，佛陀不可思议。所以我很喜欢各位去研究，你现在有电脑很打开佛陀32相的原因是什么，那你要去实践。哦，佛陀的眼睛哦，叫牛王眼，他眼睛的眼眉毛，各位不用戴假睫毛了啊，而且莲花眼那个眼神没办法形容，所以那你要去研究，那就回光返照，我怎么没有这个相啊？那没这个相，那你要修啊。我跟他差别在哪里啊？啊，那每一个部位跟他差别在哪里啊？那我想归佛在大乘经典就是要我们追求佛陀的32相，80随行好，归佛。那当然这也是各位，如果你要修行，那如果这个法会没有这张像，那就差太多了。但是透过这像，我们有摄影机直播全世界，哇，每个人看到快不快乐啊？快乐。所以各位，你也可以在家里请一张这个电脑刷图很容易的，贴在你家客厅，每天起来要拜啊拜啊啊，然后呢，释迦牟尼佛传记要看，由释迦牟尼佛的传记看到释迦牟尼佛所讲的经，这个叫什么？来归法，对不对？由佛陀的外而追求佛陀的内在的法，智慧与慈悲，而追求佛陀的行为，那叫归身，就是把佛陀的这种行为慈悲对待众生，你要去实践。那各位讲，这就成为你的生命的皈依啊！千万不要把生命的皈依进行金钱、财产、漂亮、有钱、感情、快乐，那放弃这个太可惜了。你放心，你按照佛陀的教法去生活，那无求自来，如是因如是果，不是你求来的。请问各位，钱是赚来还是福报来的？现在各位学佛，钱是你用心赚来的还是你福报来的？福报。学佛的人相信因果，这是我的福报啊！如果各位你认为住在温哥华空气很好，房子很大，这是你的福报，而且每一个房子地方不一样，价钱不一样，个人福报不一样。所谓福不福报，你看你儿子就知道，
搞不好我们生下来穷得要死，为什么我们儿子生下来这么有钱？啊，人家钱是修的，对不对？你是白手起家的，苦得要命的，拼过来的，结果你死了，房子谁的？儿子的。钱是谁的？儿子的。人家的福报啊。问题是你要告诉你儿子，你不再修行，福报享受完，富不过三代，更穷，因为他没有生活的能力，他只有享福的能力，对他来讲也是痛苦。所以这一点我很佩服我爸爸啊。我爸爸15岁就离开台湾家乡，到日本去读书工作，到成功回到来。所以呢，那个时候我19岁，我爸爸就会说，如果你有能力离开这个家，不要给我拿半毛钱，因为我爸爸给我们最多最好的待遇。我小时候人家小小年纪，我身上都摆5000块台币哦，我连小学1、2年级都摆5000块，这不是要用了。我爸爸说，这个5000块你不能用，救人家苦，零钱你尽量用。这个我感谢我爸爸给我一个很正确的观念，帮人的钱不能用，自己要花钱的你可以用，分得很清楚。所以对我来讲，我永远都要，我已经有这个习惯，我身上永远摆着钱，赶快要用，要布施的时候有钱，要帮人的时候有钱，这是我的福报。我从小我接受了这种教育。所以我想各位谈到这个，当然佛法并不是我们学了好用，而是说你学了佛法以后如何让你爸爸也信因果，对不对？你学了佛法以后让你妈妈、太太、先生、儿女信因果，了解佛法，然后这还不够，愿家家户户都是。就像我学佛了，我吃素，我以前做事业要开会、要交际、要应酬，特别我做的有一项事业是旅行社，所以我要面对很多很多的人，同业的人跟客户。后来我学佛才知道，哇，这个对我是个好处。原来我做这个行业，面对这么多人事物啊，然后我就可以展现一个佛教徒的特色，因为我那时候吃素了，吃素了。以前我都是穿最贵最漂亮的，对不对？不然人家怎么知道你是有钱人？老板。这样年轻的老板啊，但是我学佛以后，这些人际关系还在。但是每次他们找我去做什么，我还是参加，变了，每天穿个居士服，灰色的，草布鞋，理个小平头，身上也不冒烟呢，只带着香，不抽烟呢，啊，去哪里都带个便当，吃素，啊，喝开水，每个人都跑来，你精神有问题。我的理由，我为我妈妈，呦，她不好意思讲我了。我妈妈生病啊，所以我为她吃素，这个孝顺，对不对？然后他们看见我变了，以前我是 night tour 的 tour leader， 专门晚上走，哪里有女人走，这样赌博跟女人，其他都不用讲，但是晚上换我变了。带大家去念佛吃素。所以我认为，我讲到前面，人因为懂得佛法，可以让你的人生180度改变，让你快乐。以前我在公司很凶，耀武扬威，但是现在呢，我修行了，我还在公司待了2年，每天帮他们倒茶，帮他们扫地，帮他们擦黑板。黑板没业绩没关系，我写几句佛经，如何发财，如何长得漂亮，大宝基金啊，每天把电视摆给他们，最大的电视，佛典故事，不用去上班没关系，在那边看，中午我请你去吃素，第一流的，就是想要让他们学佛啊。所以我认为说，我要出家前如果能够度公司几个人呢，那就够了，也代表我对他们的弥补。我也跟他们说，这个公司的财产都属于你们的了，所有赚的钱都是你们的了，因为我要出家了，不用再不跟你们再分这些钱了。
但是我只能说，你们能够听一点佛法，这是最最重要的。千万不要等到我妈妈这么老了生病了，她也听不下佛法啊。所以我这么说的意思，皈依一定要让我们有一个彻底的改变。以前 我太太很怕我的，因为我这个人有一点凶无情啊。学佛以后，她打麻将，我倒开水，在后面服务啊。她 shopping 我付钱，对不对？她吃肉 OK， 我吃素，因为改变了，我没有要求他怎么样，因为我觉得我要出家了，我要对你好到极点，然后我才去出家，这样的啊，因为来弥补我对你过去的不好。老实说，我太太怀孕坐月子一个月，我两天晚上回家睡，28天都在别的家睡，因为我太太不知道她跟我妈妈在一起，我跟我丈母娘，我丈母娘疼我疼得要死，只要我太太打电话来。不要吵他，他在睡觉啊，保护我。所以如果你还没结婚，我看你考虑考虑，这就是男人啊，这是很正常的。但是我学佛了，我就变了。所以佛法可以让一个人180度改变，而且改变以后我不再生气了，不再花钱了。我以前是很会花钱的，吃喝嫖赌，特别赌博，但是我现在还在花，但是我现在花的是什么？布施啊，放生啊，我没有一毛钱花到没有意义的地方。左边来赶快右边去，右边来赶快左边去，把钱花光才是有钱花，真快乐，因为用在好地方。特别我都勉强了，有时候我好知道人家推广素食便当救水灾，赶快赶快啊！要布施就10000美金、20000美金。我有时候讲完就后悔，这样。上次去不丹看他们的佛学没钱，好，我每年供养10万美金。那我们会计说：“师父每年呢，你要记得哦。”啊，但每年时间到，他们就打简讯来请付钱，这样。但是我年年付，那个多少钱？那个多少钱？但是我发觉。事实上钱没有半毛是我的，但是我发觉你只要发善愿，到那个时间因缘，他就会聚集这个钱 OK。 所以我已经透过我出家这将近30年没有一次缺过，我讲的承诺要付什么钱呢，没有一次缺过啊，佛法真好啊。所以当然我讲这些，各位今天有几位菩萨要皈依，那我认为皈依是一种彻底的改变。三宝弟子，你要了，而且你要让你家里的人佩服你，你要让你的朋友佩服你，那是叫皈依。他问你皈依跟没皈依，请问差在哪里？啊，就像早上有个居士问我一个问题啊，师父，我儿子说他是加拿大人，他不是中国人。他老爸说你怎么讲这种话？然后他儿子回答。那爸爸你告诉我中国文化是什么，他说我也不知道，他讲不出来啊。所以因为他没有给他这个教育，他讲不出来。所以我想一个三宝弟子，请问三宝弟子你们是在做什么的？那你要借这个在跟他交流的生活的范围内表现给他看，就像我在公司，我在家里，我表现一个三宝弟子的样子，啊，供养三宝，对员工很好，请他们吃素，非常的孝顺，啊，对太太如对皇后一样的恭敬啊，所以对每个人都好，因为我是三宝弟子，那我要按照佛经规法来实践这种不害众生，要帮助众生的方法。因为我读地藏经，我读普门品，我读阿弥陀经，啊，公司就是一个净土一样，你要把公司让每个人都很快乐。那时候是发个愿，公司人你们都不要离开啊，来就有福报，不要离开公司啊，啊，想尽办法留他。但是
话讲回来，没有福报还进不来，对不对？也并不是说今天你要留他，他留下来他就会留下来，没有福报他自然就离开。但是问题是你要对他好。当然佛教里面的讲话讲空性归法，什么叫空性？没有对方你就不存在，就像没有爸爸妈妈没有我们。所以佛教的归法只有一个观念，来报众生恩，报世界的恩。每天各位都要感谢太阳，每天各位要感谢空气，每天各位要感谢这些树。我觉得温哥华还是不一样，我昨天在西雅图，西雅图的树跟我们温哥华的树怎么长得不太一样啊？空气也感觉不一样，那个海也不太一样。哦，原来这个有业不一样，业报不一样。就像天道28层天，第一层天，第二层天，第三层天，这天人的生活环境外表完全不一样。哦，元老叫业报差别，所以各位那个业报差别经你一定要看，六道轮回经、业报差别经你都要看，这个很浅很浅，告诉你为什么长寿，为什么短寿，如何如何，那你至少要相信这个。所以那我们皈依法，那你要了解这个道理，然后法就告诉我们，站在大乘佛教要不伤害众生，进一步要帮助众生。法告诉我们，离开世界，离开众生，没有我的存在。那你要改变观念，彻底的报恩，彻底的对对方好。你骂我，那是在消我的业障，在消除我的我执，而不是在伤害我。再来，那就算我完全你根本没有伤害，但是意思说过去一定我这样子对待你，你才会这样对待我。所以别人对我们不好，那是消业障；别人对我们好，那是在还债，他在报我们的恩。那我们从现在要改变一种从来不想要对立对方、伤害对方，只想要感恩对方、报恩对方。就像我师父常跟我说，你出家要注意哦，每天吃饭都要报恩，因为我们出家人没有钱。像我要出家，我的师父告诉我，不准带半毛钱才让你出家，因为我师父很怕哦，这些有钱人来出家，带了一堆钱来，他就很骄傲，我不需要供养，他就没有报恩的心，他就不用跟信徒感恩微笑。我自己有钱嘛，啊，那我师父说，你们要出家。不能带半毛钱来，衣服也不用做。那我师父说，那我穿条内裤来，他说可以，你就把你便服穿过来，然后呢，你这样出家，这是我的福报啊。有些道场不一样啊，你要出家有钱吗？啊，以前传统的比较可怜，你没有很多钱，他不让你住进来嘞。啊，就像我现在去很多地方参加闭关。我就很赞叹这个道场，哇，你们可以让人家闭关3年3个月，哇，闭关多久？他说没有，每天要缴房租，吃饭多少钱？哇，原来如此，哇，在欧美地区他闭个关没钱还不行呢。我到不丹也一样，他们出家人要闭关要准备多少？他们准备多少钱？几万块美金。出家人要闭关哦，没钱不行的啊，所以我们就帮他凑钱。那些年轻的出家人，他们想闭关，那佛学院毕业哪有半毛钱？那一个人闭关要几万美金，我们就帮他凑，让他闭关，来累积我们以后也有修行的福报。这样，原来修行要有福报。慈悲的奉献究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放生、施食、救苦救难，到处去利益众生。